Why you love her? Why you love her? Love you.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吕宪公益教室的时间。今天要教同学做什么呢？今天是跳脱观叶植物的一个作品，这是应粉丝的有一个小粉丝的要求，我能不能教他做一个动漫的一个那个武器和那个法杖？所以老师就想说，哎，这个用铝线来呈现好像蛮 OK 的。好的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那个动漫人物，哦，那个是葬送的福利莲法杖，好像铝线来呈现了，还蛮有特色的。哦，那老师之前也蛮会做这种东西的，那，啊，现在同学们有这个作品啊，就是蛮特别的，你可以乖乖小朋友做这个小作品，乖乖小朋友，哦，他们应该会很开心，有你会做这样的作品给他，哦，很特别的一个葬送的福利莲法杖，好。那我们就从无到有的把这个作品做出来，哦，变成一个挂在背包的一个饰品，哦，小朋友会很开心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介绍今天要用到的材料， 2.0 的硬线， 2.0 的硬线，然后 1.5 的硬线，然后 1.0 的软线，以及 1.0 的软线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个 14mm 的。最好你能是买到那个红珠啊，老师买不到红，老师这边没有红珠，所以我用白珠把它涂红，你看看，就是手做的，魅力。好，介绍完了，我们就用，介绍完了，我们介绍工具好了。哦，尖嘴钳、圆嘴钳、斜口钳，我，哦，老师这次教的非常的随性，随性，但是那，跟着老师的步骤，没错。哦，小圆棒、麦克笔，好。这 拿起来以后啊，我们先把它穿进去，哦，因为它是要涂成红色的，哦，涂成红色，这边把它夹扁，夹扁，哎，会卡不住，再来，卡不住，哦，卡住了，哦，把它稍微夹进去，哦，稍微紧了，它就会掉下来了。那我们就把麦克笔拿出来，哦，把它涂掉，涂成红色的，哦，毕竟买一颗红珠也蛮麻烦的，哦，啊，如果同学要去买其他的红珠也 OK。就这样子把它涂满，这是手作魂啊，手作魂。这个作品也蛮快速的，因为它的整个结构跟铝线的结构也蛮符合的，蛮可以制作的，所以就老师来教同学做这个葬送的福利莲法杖。涂完了就先把它放旁边，哦，等麦克笔干。好，这边是使用硬线，哦，那硬线的话，这边大概差不多，我们抓个，看一下这边，哦，因为这个没有事先做起来，大概十公分左右，我们抓15公分好了，比较保险，哦，15公分，整段，嗯，就是这段要拿来做的，那这个还在等它干，放旁边，好，那么1.0的先拿出来，那这个作品呢，啊，要运用到一些快干，哦，运用到一些快干。来，线都大约，哦，没有很一定，哦，线顺直一下，剪断。这里绕9圈后回绕3圈，这样子长一点，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回绕3圈，回绕回来，1圈、2圈、3圈，多余的线啊，你可以把它剪掉。剪掉。然后锐利的地方啊，把它靠齐一点，然后刺刺的地方啊，把它稍微夹紧。我想加紧，这边呢，啊，稍微把它夹紧一下，
它就不会比较不会滑下来，然后这里把它推进去，它就更紧一点，就更紧一点。好，那这时候就这个线尽量不要弯到扭曲到，往这里把它剪点一下快干。OK， 好，那这边呢，这边也这样拿起来，这样拿起来，一样是从线的中间哦，留一点点线，留个线头哦，绕一样绕十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哦，十圈，十一、十二，好，回绕三圈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三圈好了，这边线留着，我大约留个15公分左右。好，这边一样回绕三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做一个厚度的渐层，我这样子有一个像一个哑铃的那个厚度的渐层。然后这里可以把它推下来一点，我们量一下我们刚刚的作品，好，从这里到这里大概多长，从总长大概差不多6.5公分，从这里到这个最上面它6.5公分，我们这样就把它量起来，6.5公分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它点一下快干，让它固定起来。好，这个固定好了，我们就先等让它干掉，让它干。那我们这时候拿起我们的那个1.5的，目前大概超50公分，原棒的话是25mm， 25这是2.5公分啊，就大约2.5公分，绕四圈，这样子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那这边有两圈有没有？这样就加起来是四圈，对到，对这样。这样子，好，放着备用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拿起我们的那个这个线，金色的线，那我们珠子这边呢，差不多也好，也差不多干了，把它推下来，可以把它穿进去。我们这里啊，珠子不要跑。我们这样，这边会绕四圈，这边都绕四，这边绕四圈，这边也绕四圈，这样子。这边大概抓长一点，大概差不多15公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圈，靠齐，多余的线剪掉。然后把珠子放进去，然后把它顺着侧面这样绕一圈，这样绕一圈的，就是一个圆。然后好了以后，把它从圆的切西瓜，切十字西瓜这边把它拉出来。让它变成这样子，线往左手边走，这边再做一样的动作，这边留长一点，一样是15公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圈到了，剪断，靠齐，稍微修一下，把它靠下去，它就。这条线是绕左手边，那第二条线绕右手边，在这边绕，一样绕一圈，绕好以后，一样往左手边折90度，这两条线留着，我们再剪一条短短的线下来，剪一条短短线下来，把这两条线、一起绑在一起，一样是绕四圈，把这里绑在一起，
圈，两圈，哦，这个绑慢一点会挂绑，三圈，四圈，四圈，压紧一下，压紧，好，多余的线就把它剪掉了。好，四圈的话，你以后多余的线就把它剪掉了，夹起来。OK， 好。那至于这个啊，这个四圈多的线也把它剪掉，我们主要留这两条来绑就好了。这样子。OK， 这样子。好。哎，这边线不应该剪掉啊。嗯。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这边靠着。我们这时候啊，我们这里两条线，两条线，对不对？再把它拨开，从中间把它拨开，中间把它拨开，把它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把它放进去，刚刚好，都会卡到。这两条线，那边两条线。这时候我们先抓这个红色的线，这里先绑，哦，这一个先绑，再把它拿出来一次，再把它拿出来一次。红色的线大约抓个40公分，哦，40公分剪断，然后对折，对折，拿起来，稍微把它夹紧一下。这样，这个，只要1/4到1/4而已。这样子，拉起来。哦，这个缺口口在这边，我们在它的侧边。哦，跟你看，在制作的时候，请看一下那个，去 Google 一下照片，会比较有利于创作。这样子，哦，差不多。多一点点，少一点都可以。OK， 好，这样留着，这样子，一样再把它拨开。这里，把它放进去，放进去，那这边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再把它夹起来。哦，它就会到圆的正中间来了。有，这样子到圆的正中间来了，然后把这两条线呢，左右把它绑起来。这边一样把它绑起来，这边呢推上去一点，这个间隔要把它抓出来，这个四条跟这个四条要看得到，要不然没有对称的话就丑丑的。都看得到，推下来，哦，都看得到了，推下来，多余的线可以把它剪掉。那至于这个绕的丑丑的还好，你只要贴起就好了，贴起这个圆框就好了。这样子，那这条线呢，啊？这条线把它穿进来，再继续绑起来。把它绑起来，我这时候要稍微捏紧一下的。这边绑个一下下，然后这边再剪一，这边面还没绕完，我们再剪一点一小节，一小节大概差不多20公分，大概20公分，我们这边一样，好，绕这边一样绕3圈起来，1、2、3、4圈也可以。哦，就可以把它剪断，就可以把它剪断，稍微修一下，推下来，然后绑这边，我绑两三次以后啊，我绑两三次以后看一下这个圆有没有对，哦，有对以后
那我们把缺口把它剪，直接把它剪掉，就比较好绑了。那缺口大概从你要看图会比较好绑。这样子，这样一个缺口就比较好绑了。多余的线呢，往后推，往后推。线有一点点，一点点线夹紧。这边一样，这边一样。对一下，好，刺刺的收尾，修剪一下，这个线飘逸的线，这边呢、啊，这边用圆嘴钳直接折九，或者是用尖嘴钳直接折九十度，哦，折完九十度，圆嘴钳靠着，把它绕起来。绕成一个圆，我多余的线剪掉，把这个圆拨开，把钥匙圈放进来。哇，老师做的心流水啊！这个做钥匙圈之前常常做给小朋友，这样子好了以后啊，看一下直不直，作品直不直？哦，直的话就 OK 了，那就把它。放旁边去，做好以后啊，记得啊，补个快干，让它整个结构不会松垮。啊！快干喷出来了。OK， 完成了。完成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敢碰，都是快干。OK， 把它放着。完成，葬送的福利莲法杖钥匙圈，非常的可爱。如果小朋友喜欢，记得做一两把送给他哦，他会非常的转圈圈哦，开心转圈圈。纯手工制作，一把15分钟就完成了。OK， 好。今天的教学特别棒，今天教学就到这边。喜欢看到这边呢，记得帮老师点选一下赞。透过你的赞呢，可以让更多同学知道有这么一则免费的 DIY 教学影片。老师这边呢是职业为旅线 DIY 创作的一个频道，记得喜欢、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。创作路上有你有我都不寂寞哦，同学们，我们下礼拜见喽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